千万不要放弃，哭没关系，我们结束，整理好心情，我们再来过吧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就是这样子。现在我们就是寇，我们就是输了。真的辛苦了，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蛮辛苦的。来这个地方，就算流过泪，你就算受过的伤，我知道你不后悔。我知道身体真的很累，我很开心坚持住。你为了你想要做到的事情去拼一次，我做到了。我们以后还是会好好的当全明星的一家人，以后还是要常约起来，不要轻敌拿下，复制我们3次胜利的模式，团结一心，没有个人，只有我们。1、2、3， China！弄得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厮杀感，蛮放松的，就是享受比赛的一天，感觉又有点不舍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，最后一次比赛了。早安。啊，好累哦。好累。失眠，紧张，因为今天太特别，今天是我就是。终于健康的参加完最后一季的最后一站，我自己的这一季的最后一季。小草，走！我不要先到，我要发现地啊，10:30的电影。喂，你先等一下开演唱会。没有，我今天就是准备总冠军。哎呦，冠军哦！哇，这个是我们目前。而且除了看到奖杯，我觉得很感动，还有很多的厂商，我觉得都很贴心，都帮我们准备这些。哦。完美记忆、一家人益生菌，还有乳清蛋白，全部都会。练习完一天就会觉得又少一天，到总冠军赛的场地的时候，其实会感觉有点不太真实，会想象到说可能今天比完赛，隔天就跟大家分开了。其实大家是蛮不舍的，就觉得说哇，离。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大家真的是早上啊、下午啊，然后练到最后，大家都是每天都练一样的项目。我觉得最后那个氛围非常好，是因为我就跟钱姐，我们在训练的时候，我就跟钱姐说，我说哇，这几个礼拜我觉得是我们最像一个球队的时候。铁饼是我们的第一个奖杯，哎，有排序的，排序的吗？有，就是八排。我们第一座吗？那个第一座。哇！哎，看了这个奖杯会有那一天比赛的画面，对，有拿下来的。有哎，我其实对这个蛮有印象深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第一次团战，对，算是团战，第一次团战，那个800杯。其实。是蛮紧张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线希望的感觉，真的在把握当下我们剩下的时间，然后很认真的在练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练习吧，真的就是不想要缺席任何一天练习，甚至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再多练一点。14个人一条线。然后，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，大家一起，然后我们一起迎战，然后一起去承受，一起去享受。结果怎样，我们有更多机会。没躲嘛，然后因为我们才是阵容，然后我觉得真的还不错。然后我们这周也没有上半场，啊，不管是有没有上场或是不是先发的，其实。在没有方面，其实都是很大的我觉得后面的支持，好吗？每个人都很重要，我们会推你们进去的。好，我们的球靠你们。好，那我先发那个名单，我先给他们。好，田园王子，我去安安，新雅，然后女生，我们就女生选。来，前进一点，随时会改哦。好，只有3场。对，这个我们要结束了。16。来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其实这周中赛，我觉得大家都，我觉得调试的，我觉得是还蛮不错啊。其实都很平常心啊，但就是还是会感受到不能输的压力。好，各位到最后一站了，对，然后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情绪，不管是紧张啊、兴奋啊，或者是有点感伤，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在所有比赛结束之后。对。 我们再来讲这个情绪，那我觉得其实这一场比赛就是很单纯的一个比赛，我们一定要这么简单去看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场比赛，我们就是尽情的在这个运动场上去享受、去感受。至于真的表现的好与坏，我真的觉得那已经是另外一件事情。那因为梅朵是闽南裔女，所以女生我们就是你拿先来。 休息，然后回来走。今天无论如何，不管怎么被砸到都没关系，但是不能是因为表现。对，因为我们已经够努力了，而且我们已经够了解了，所以大家就忠于自己的训练，然后一起同心协力的完成它。好。 感觉大家把个人的部分缩到了最小，然后大家相处的时间变得很长，而且你会看到大家看到那个流逝的那个时间开始流露出那种很珍惜，然后觉得练一次少一次的那种感觉，这是我有一点意想不到的一个状态。 肯定是蓝队的亲友团，对我是前姐的粉丝。贺军翔、小美哥，蓝队队长的，就是球友们，红队加油 ！One two one two red fire！ 3连霸是一个梦，但是内心啦、私心啊左右，还是希望哥哥至少可以，别看他那么辛苦啦。如果王子哥哥今天拿到 MVP， 还有3座，哦不行。那是不是要3连霸？起码要3连霸。MVP 不行拿，但冠军比较可以。对 MVP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。那你位置不保了。对。全运会第3季总冠军赛正式开始。喜爱运动的运动又运动，就吃不下饭就睡不着觉，同学们活不下去运动，吃运动，狂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展元，我是小兰，欢迎收看全明星运动会。今天我们的位置呢是在泰山体育馆，而今天呢就已经来到了我们全明星运动会第3季的最终战，总奖杯究竟降落谁家，今天就能够见分晓。 是总冠军战呢，我们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假日飞刀手陈奕迅。大家好。当然呢，今天我们除了邀请让我们重量级的大来宾，可以看到今天场边也坐满了很多的贵宾，同时啊，还有一度相挺支持我们第三季的所有的厂商也都来到了现场，并且今天呢，红蓝两队的选手他们的亲朋好友也都在场边为他们加油打气。是的，现场呢有600位的观众。 这次全球运动会呢，除了小巨蛋之外，第一次有开放让观众进场观战。大来宾，你有看到我这个节目对于这个赛事真的是非常的重视，规格非常的高吧？哇，不简单，比我在职棒界当投手的人数还要多，而且规模是好感谢我们600位的好朋友们，你们的热情在哪里？ 毕业典礼啊！好，接下来运动员进场。 Easy. 请现场的观众再给红蓝队热烈的掌声鼓励！盛大会会旗。 请红蓝两队先礼后兵，先握手，彼此握手。大战即将开始。红蓝两队接下来要比拼的是美式躲避球。哦，没错，其实我们第3季也已经比过了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同样采取的是5战3胜制。红蓝两队呢各自派出6名的选手，那至少要有1名是女生。 同时啊，在这个美躲当中呢，因为流合球嘛，那大家都要努力的往前砸，但是攻击时间10秒为限，以及不能踩线。另外呢，女生啊可以再比男生更往前推进3公尺，所以一定要好好善用这个优势喽。是啊，戴来宾，飞刀手觉得这个项目到底是要冒险接球，还是先躲为妙？先躲为妙。躲避球就是要躲，不要在那边自以为是让球打到，躲最好。但是接住球的话，其实可以救回1名队友哦，所以呢。 也可以在如果你比较有把握的时候进行一点尝试。当然有把握的话，你可以尝试着接，还可以救1名球员。嗯，每一躲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五五波，我们也学习了新的战术，练习的时候配合的也还不错。剩下的就是靠当下谁把战术执行的好，谁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。我们其实都是比较少人对战，他们多人后来逆转。那我们希望这一次大家默契好一点，可以就是我们一直是处于在领先的状态。今天3月12，剩4天，但我们能剩最后3天的练习。我现在是觉得珍惜我们的练习，因为大家想念我，我都觉得快结束练习。对，我们这场输下来的话，后面的会比较麻烦，没有什么容错率。场上随时留意状况。 对，这个准备就是慢慢来问，是，没有准备好再退。对，最后一场了，场上有问题就直接大声讲出来，直接沟通，最后一场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哦，可以了。提醒哦，互相。来 ，OK 哦，加油！来喊一个，来喊一个。要盯着他，1、2、3，Ready！ 能够在一起练习的时间其实也不多了，我们大家一样要把这个坚决的态度拿出来，所以我就跟大家说，哎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得到总冠军的最后一块拼图，要靠大家的决心跟态度。 跟他们蓝队待在一起，然后之后一结束，可能就不知道要干嘛。早上起来，哎，不知道干嘛。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真的花费超，就是一直正在学习，一直正在进步。然后我觉得蓝队大家，包括我，包括钱姐，大家都一样，就是我们的冠军赛就是要拼，就是要把我们练习这2个礼拜的所有努力发挥在这个赛场上面。 加油！团结一心，没有个人，只有我们。对哦，为蓝队拿下首胜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紧张，气势打出来。加油！加油！1、2、3，进步！马上即将要展开的是美式躲避球大战，可以看到在蓝队的部分排出来的先发阵容是24号贺军翔。 11号邱胜义，66号文思雨，5战3胜制的比赛，非常的比赛，比赛开始。比过了2次梅朵，一次就是红蓝大战，另外一次红蓝联军。 是啊，稳下来，不要急。第3季啊，比过那一次。安静下来，加油！脑袋清楚。对，然后在红蓝联军的那一次呢，我白队真的是虐杀了我们的红蓝联军。不知道呢，在经过了学长姐的震撼教育之后，呢，这一次红蓝两队能不能够吸收他们的优势，然后呢，打出一个更精彩的比赛？我一开始都蛮小心翼翼的哦。哇！蓝队先第一波的攻击，求生用球格挡，挡住了3球。 看前面，那蓝队的想法也很好，先攻主将。好，现在换红队的进攻机会，全部都攻王品皓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好，其实呢，在后面啊，这一些帮忙捡球的选手们呢，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哦，就是要推住前面在比赛的人，避免他们踩线。又是球胜利，又是打球胜利。不要转身，等一下，不要转身，宇宙上去，宇宙。 哇哟！上来后王品皓几个踉跄啊！哇，李乐，所以优势就是缺点嘛。王品皓是去躲，结果是出界了。对，王品皓脚步不稳。林颖乐被削到了，结果出局。好的，留球，看前面。 不行，可以接啊！守得很好啊！不行就可以接，接开就品皓啊！哇，贺军翔，不要接，没有一次，1、2、3，一起，半点都不沾他的丝毫的衣袖哦！而且他手上刚刚是完全没有球的状况。哇，现在呢，蓝队只剩4名球员在场上了。起来！打出球胜利，不偏不倚，砸出去了。哦。 军翔刚刚马上找了一个机会，打了王品皓。宇宙上，所以呢，其实都非常快。一旦有人出局，其实比赛是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不能够掉以轻心啦，还是要提高警觉。拿下来，贺军翔，结果被打出去了。 宇宙不要急，没有球，全部不要急，没关系，不要急。吴飞双吴，还有呢，这个匈奴杨奇宇。好，现在红队场内有5个选手，蓝队只剩下3个了。毛俊队，就是红队现在在人数上有优势，可能可以冒险一点，尝试接球，再把求胜意给救回来。裁判哨声响了，是。哦，杨奇宇。 体育要踩线，要爆炸出去啊！不要踩线，不是杨奇煜喊的吗？结果他后退了，结果踩到线了。刘俊，双吴连攻徐谋俊，但是呢，全部都躲过去。宇宙，这场比赛呢，特别我们的裁判人数也增加到6位裁判。好，来看有没有选手踩线。哇，林思雨往前砸，结果被挡掉。宇宙没有1、2、3啊！林思雨也是非常的强悍的，冲上前线，而且直接要攻吴飞。因为女生是可以再往前到这女生的攻击线，还可以缩短啊，要砸人那个距离。很扎实的被打中她的肉。对，被2颗球攻击，现在只剩下1个人了。哇，吴飞现在呢满的球。好，手上有球。啊，这一球打偏。断球。好，徐谋俊。 这边补充弹药，熊国俊手上有1颗球。啊，不过现在只剩吴飞一人在场上做奋战，情势看起来相当的危急啊！哇塞，林思雨回砸，球没有砸掉，再补1刀没死。哇，吴飞现在手上没有球了。哇，吴飞看起来有点惊慌的样子，但是呢，他依旧是很灵巧的闪过了对方的攻击。慢一点，急什么？好，现在吴飞手上有2颗球。 1对5哎，其实红队如果有战术5个人一起是对他这样比较有可能，就干脆放弃有1、2个人。是，而且哇，打到这，回家，哪有吗？同时，这边是看病哦，吴飞。刚刚呢是被王庭云的那一球给砸中了，结果在第一场的比赛，红队场内有5位选手，所以呢在5战3胜制的比赛，红队拔得头球，取得了1比0的领先。进，没事，很好，很好。3个传线，对，后面也要推一下，我们要推，后面要推一下。就他在跑动过程，我们就要手伸出来，不然刚才那个很冤枉，很可惜，非常可惜。还有后面的，因为刚刚已经有球分出去，他们多了1颗球，对，不划算的。加油！还有，他们第一个一定是先打我，绝对。可以 ，OK。但是我尽量闪就闪，然后我闪不掉的时候，接下来你们一定要先帮他，一定要有人先吃，因为他们丢我的时候，你们可以马上打，然后留1颗，对，等一等球。 对，我们等球，反正我们慢慢一个一个解决掉。你把他们如果女生在一起再上，就说来1、2、3，因为后面拖很远，没关系。OK 啊，来，别来，很好，再整合一下，来，红蓝再冷静，耳朵打开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美式躲避球5战3胜制的比赛，现在要进入到的是第2场的比赛，开始。我们2队都维持着原阵容。 好，一开始呢，冲到前面去，先把球给抢过来。太用力了，出手攻击了，想要抢到对方正在往后退的时间哦。品皓，你太用力了。王品皓虽然也是国中时候有练过棒球哦。哎呦，多到，可以闪过，完美闪过，多得很漂亮哦。对，真的多的。而且王品皓在国中啊是投手啊，打那么高，不过他的控球没有陈奕迅好。对，陈奕迅的一个slide打外角滑球啊，准得不得了啊！哦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刚的蓝队的这一波攻击哦，算是密度够，又准，又同时出手，对，同时打2个方向。这个也是他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，美朵教练就一直在教他们的一个战术，一定要同时攻击，而且同时一起出去。看前面！哇，现在红队呢，徐新阳跟徐萌太用力了，7点。 哇，所以在第2场比赛啊，这一开局，现在红队就损失了2名大将，蓝队场内还是满满的6个人。哇，林思雨出手，王林思雨呢，她真的在女生里头哦，每一朵啊，的确是非常的表现杰出。刚刚表现也是一样，小辣椒一个，刚刚也是，很敢往前冲，而且很敢出手。而且林思雨是法队中啊最强的哦，直接的王品皓。 给砸出去！王子刚刚是试图要攻后军手，加蓝队赶快去补给战药，重整。8分力，小美，8分力啊！后面其实在呢底线的其他的队员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提醒啊，在场内的选手往后退，不要踩线。对他就是要帮忙推住他，对，不要让他往后退。太用力了，兄弟！再一个敲啊，飞身起来把球给接到了。 没有办法再多加一点进，对，只是姿势100分。林思雨陪中无姿，6分6，这个小辣椒一个，今天表现良好。林思雨马上把比数追平哦，现在4分4，在这个蓝队损失的2名大将都是林思雨。哎呀，这个扎实，邱胜翊。 不过呢，林颖乐刚刚也被砸中了，所以目前呢，红蓝各失了1名选手。看球，牵制，牵制，哦，来打吴飞，虽然没有打中。蓝队呢，场内啊，3位选手：贺军翔、杨奇煜跟吴飞。红队呢，则是有林思雨、王庭云，还有胡世安。前面哇，3对3哦，前面3对3，而且林思雨啊，完全不容小觑哦，虽然是女生，比男生还凶狠。哇，直接跟吴飞，后面胡世安补追球被挡掉，吴飞连挡了2球。对，这是手背守得漂亮。宇宙，等一下，手上有球是可以把它格挡的，只要手上那个球不要被打掉就没事。不要太用力。不要太用力。不是啊，这边被打出去了。谢谢。不太用力就往上去。小美哥，小美哥有球。所以吴飞的表现呢是蛮活跃的。林思雨，林思雨打到了后军小杨，没有后军小杨，挡掉，对，但是蓝队红队他们目前的目标呢都是往主力后军翔身上来招呼啊。是。一个过来。 何君祥手出两分球，王庭月被打到头，被爆头。这回要爆头痛哭了，剩下1.07秒。不要退，再来等他，不要退。继续发，继续发。林思雨出手打何君祥，要打何君祥。何君祥对。哦，这边呢用球格挡掉。 林思雨又躲掉，林思雨手上有球，又是一个球扣飞球。对，林思雨连两颗有点不准，有点准时哦。哦，现在这就是太用力了，太用力了。对，现在蓝队还有三球一起，不要贸然出手，因为他们现在的弹药也够。林思雨手上两颗球，另外每次躲避球有所谓的自杀战术哦。对，男生可以呢到前面起飞，缩短攻击的距离，然后夹死人。其实我觉得刚才可以趁林思雨在攻击的时候。 旁边的人就给我接手，碰下杀手，身上有碰打去攻。刚刚对你刚刚讲的对，对，他在攻击的时候，他要向后退的，刚刚就可以直接攻击。这一招就用的漂亮。所以刚刚有点是林思雨在攻贺军翔的时候呢，吴飞就趁机找他的这个空档。哦，所以在第二场的比赛，蓝队场内剩下3位选手。 和在5战3胜制的比赛，红蓝两队战成了1比1平手。打还好吗？水，太着急了，太着急了，对，太快了，对，球都在我们这，你都没有在旁边补球，你自己把自己打太累，不需要这样，球在旁边补就好，慢慢来。然后你上去之后，1、2的时候，你要等一下大家，你会往前走之后，大家在后面听不到，节奏也不一样。来来，等一下还是要留球，然后不要急，我们太想发100%全力了，不用打这么累，不用打那么累，大家消耗自己太多了，慢慢来。来哦，我们全部都是团体，全部团体没有个人，没有个人，对，全部等一下队友，对，全部一起，啊，1、2、3，拜拜。 我想讲一下，我觉得有必要要先打宇宙，因为他压到太前面，对你们太威胁了。不要太用力，因为现在你一吹有冷气，它会往上飘。刚才那个8分力就往身上，不要往地上，都往身上去，不然一用力它就往上吹。好，要小心一点。OK。大家第一个打宇宙，来啊，来啊 1、2、3， 加油！回去，好，美式躲避球5战3胜这个比赛，红蓝两队目前战成了1比1平手。要知道的是，第3战两队的人员都没有跟动，第3战的比赛开始，加油！ 球打到胡世安的脚下盘出局了。哇，刚才胡世安其实有点错愕啊，他还在拿球的感觉，刚起来。哦，徐谋俊跳起来躲开了。对。哇，这个秒杀对于红队来说，只有小美哥有球上去牵制，就少了一个人了。对。 不然那时候拿球拿得慢。哦，贺军翔还接了一个球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蓝队呢，现在场中呢还是有满满的6位选手，红队只剩下4位了。哇！成功徐谋俊。这个斜线的攻击没有打中王品皓，其实他没有推了，不要推了，一样，总是先攻徐谋俊跟王品皓，对不对？先打主将，先打主将。还有邱胜翊跟贺军翔，都是自己先被攻击。秦王。 哎，擒贼要先擒王！王庭，其实王庭刚刚那波操作有点看不太懂，他把球丢出去，然后自己转一个圈，对，没有看到目标。追逐，不要松懈！啊，有点小哇，吴飞又建功了，刚刚打中了王庭出局。王庭皓，球这个腰力有挺住，不然他差点又。一个线外，我快要为他捏把冷汗呢。他要躲球，结果跑到后面。你看，你现在先打女生，先打女生，先打女生，这给打进去了，没有球。哦，林思雨还存活着，林思雨。 是红队啊，全村的希望的感觉。你看，刚刚王品皓很聪明哦，有一颗球滚过来，他不是自己下去捡哦，他把球用脚拨到后面，让后面的对手帮他的队友嘛，小心他避免了一个被攻击的时机。太用力，太用力了！徐谋俊啊，趁势出手，没有砸中。 一起毛俊，刚刚乐君祥是不是想说用那个棒挑衅一下对手？哇！贺军强又把徐谋俊的球给格挡开来，两次了。乐基，两颗而已，最多两颗。其他要躲，要躲要闪啊！好，现在红队只剩下2个人了。好，刚刚徐清漾这个有点可惜射偏了，这个。 等一下，联军里头战力最强的一个选手。对，许信阳曾经有个1K3过。对，他的每躲还不错。徐谋俊蹲得很低，徐谋俊的侧头出手一球命中，2球是命中。对，而且徐谋俊全部都在攻田径。不要退！怎么回事？大家你们太用力了，再轻一点，再轻一点。嘉平浩，不要太用力。是用这个。 相信自己，6、7分力就够了。侧头投出去，还不是3/4的侧头。3球，一起丢啊！对，但每个人的这个投球的姿势不一样。不要太用力啊！像曹佑宁，他就是高压的头发哇，那个很。加油！而且曹佑宁是完全不给对手思考时间，太高了。徐谋俊要砸谁？出去之后又缩了回来。其实徐谋俊刚刚应该是想要找。妮娜加油，妮娜抓住啊！ 时机去自己出手攻击。好，现在换位置了，左右换边。大家，哦，哇，那个球掉下来。等一下，妮娜加油！徐新阳刚刚打中了贺军翔的球哦。对，把球打下来也是要出局。哇，出局了。 旁边，对，太用力了！不要急，平浩，快解球！不要急！现在许新娘要1对4啊，那蓝队呢拥有人数的优势 ，power play， 有没有人要用最杀战术？王品皓那个斜线打中了许新娘，太乱了！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们没有找一个目标打，每一个都没有找一个目标打，没有一起就这2项事情，一起找一个目标，在场上沟通就没了。好，我们很强的。好，如果多1颗球，女生有拿球，我们一定要利用她，一定要给她。然后你不要太干预，稍微快了一点。出去要站定位的时候，你可以慢一点点，你打下，因为你球会比较软，不要被她接住。好，然后再一致性一点。然后你们太想用力了，你看他们吹的球都往上飘，我们也是一样。不要，你越想吹那球，只要冷气一吹，它就往上了。大概7、8分力对准就可以了。对。 你们太想用力了，好，静下来，我们很好，我们非常好。好，目前美式足球进入到5战3胜的第4战，国民党队维持原阵容，不过目前呢，蓝队是以2比1取得领先。第4场的比赛即将开始。好，这一战呢，红队几乎也有点像是背水一战哦，先率先出手，哇，结果王品皓。 也是跳得高啊，对，直接接他接住了这球，所以呢，这样就徐谋俊就出局了耶，因为徐谋俊踩线。哦，徐谋俊是踩线自动爆炸。哇，徐谋俊如果爆炸的话，对于红队有点伤哎，因为他本来都是来自一开始主力要攻击的对象。五哥，宇宙可以，除非红队有人可以接到球，对，哇。 我有洞洞砸我品皓，品皓跌到我这边呢。王品皓是不是逃脱的时候出了界外？出了界外。王品皓判定出界了，也自动爆炸出局了。两边的主将都先挂点。对，其实王品皓在前面的3场比赛，他也好像很常使用这一招，就是往后躲。但其实这一点是有点危险。 所以后面那个，所以你球员要帮他push一下啊，因为线很短，因为王品皓太大只了，他那时候要往后躲的时候，哇，吴飞用球格挡掉了，这么近距离被砸，哇，王品皓太挤了，两边都太挤了，两边都太挤了，这边呢也闪过了，没事没事。但是吴飞跟王品皓的这场交战是蛮精彩的。 刚刚那个进退都可以，一高一矮，对，身高差很多，但都蛮灵活的，都躲掉了。无非我要帮他澄清一下，他有170几公分哦，球掉了。又打到胡山，胡山出局。那个球他用球来挡，但球被打掉了，就凹得一下。对，所以球一定要捏紧，对，捏紧一点。哦，又是林诗雨是吧？林诗雨是不是？刚刚是杨晴玉打中了胡山。哦，是一个是。现在林诗雨当主将哦，对他们旁边有2大高个，左右护法。对，我发现呢，红队队长非常爱攻击蓝队队长。对，王子都是一直紧盯着贺军翔哦。头部，头部。哦，邱胜利打到。所以你看，现在那红队又被打到向后的时候，他们打到了赢了，哇，兵荒马乱了。一阵，双方各有斩获。 球，你要先知道谁手上有球，不然才只会声东击西。蹲下来一点。好，开始来喽。哇，我觉得现在红队感觉优势蛮大的。哇，打中了吗？林思雨下来了。打中吗？对，刚刚吴飞把这个球给挡掉之后，对，马上出手打中林思雨。 现在2-1，徐新阳是全村最后的希望。哦，左右扭腰水蛇腰躲过，这一球偏高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哇，这时候呢控球很重要。徐新阳出手没有打到，不能挤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挤，你一挤就身体都僵硬了。对，其实双母应该要联合一起往前出手，这样才会有机会，一个攻上台，一个攻下门，对不对？ 对，到了！吴哥打中了，徐志阳！一起！嗨！在第4战，这个很棒，真的帮我。好久无被卡了，有无被帮忙？3-5，对哦，3-5是啊，好久，好久，谢了无被。 哎，尊你办到最后一刻哎，很帅！那瞬间，然后大家是一片安静，哇，然后这感觉是真的蛮奇妙的，就是哎，我好像做了一件对的事情，可以帮团队拿到胜利，我觉得其实自己也蛮感动的，我也给自己一个肯定。刚才我一直在喊说不要太用力，你看真的过于不及，该因为很想吹，所以这球会往上飘。 所以，我们应该就是再调整一下，什么该用力，什么该缓下来。这件事情其实是接下来我们每一个都要很专注去做这件事情，很棒，很棒哦！最后我觉得真的有耐下来，外面的一只脚慢下来，真的很棒，太棒，棒棒！享受，还没结束，享受。哎呦，忘记，拿回去，好不好？蓝队他们这次多了很多团队，变得比较。 冷静沉着，然后也很敢打，这是他们有进步的地方。我觉得我已经用尽我那一天的最大力气了，输了比赛，但是我们都没有输给自己的努力跟认真，我们还是有机会赢的，我们还是能追到的，一定可以做得到的。好，要进行的是美式躲避球的颁奖。 那还是跟呢，我们两队的正式介绍一下，我们大来宾是假日飞刀手陈奕迅。刚刚我们在看整场美躲比赛的时候呢，奕迅哥一直在给一些战术的指导，对美躲其实自己是颇有一套见解。还好啦，他们两个表现都很好，一个是副座，他们的整个战术都表现相当好。很可惜这边哦。 再加油一点！我对那个小辣椒林思雨真的印象很深。哦，林思雨来聊一下哦。他怎么辣了？哦，他敢冲，手的时候眼睛也表现良好。你这个真的不错。对。你自己感觉如何？哇，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支持我队，他们其实还是蛮想要让我就是上全规，然后真的能打几个就打几个。但其实我觉得体力。 还是很受限，然后加上我觉得后面我们可能有点乱了脚步，就真的还蛮可惜的。然后蓝队真的这次真的很强，真的蛮厉害的。是啊，是表现得不错哦。还有哪些选手表现得很精彩呢？当然就是蓝队的哦，像吴尊。 对，这首3分打出之后，终于有一个，我觉得很非常谢谢队友。就是我觉得，因为其实对于团体球类我比较不擅长，可是我的队友就会每一次练习都会教我很多观念，然后告诉我怎么闪躲，然后而且当我提问一些很笨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们都很有耐心会教我，所以我觉得非常谢谢蓝队的队友，真是哇。 最后最剩下一题，不过你今天可以大声的讲是辅大体育系的了吗？今天是辅大体育系。我以你为荣。对，还有谁表现的不错的？也是双哦，祝福。 表现好，对不对？无非来聊一下，因为美式躲避球，你们在上一次是落败1-3落败，那这一次呢，经过了哪些的加强？就是因为我们团队在躲避球，他们是特别魔咒，就是我们不管躲避球还是躲避球，我们都会练乱，所以这一次为了比赛蛮特别的，练了很多战术。 针对每个人的出手，然后每个人的位置，我自己觉得就是我把我自己放下，就是我出去的话，我就是赶快帮队友进球，然后就算我们死掉也没关系。如果我可以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队友多一点胜利的希望。是哇，真的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哦，无非表现非常亮眼。好，接下来颁奖，美式躲避球获胜的是蓝队。 爽！们先借放在他们那边的拿回来。拿放回我们的位置了。哇，就先放在这里啦。这是今天的。今天的，放前面好不好？呀！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后面做得很好，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然后这是最重要，因为团队就是每个人都是螺丝钉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像捡球的捡球，然后顾中线的顾中线，然后我就是顾大家的底线跟叫他冷静。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很棒，在上场的队友更厉害。大家整点心情，整点心情，忘了刚刚的。等一下，真的就是真的没压力，我们练习教练教我们的位置什么东西的，享受去踢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说真的，我们练习都真的很厉害，我们只要把我们练习发挥超过七成其实就够了，好，就能赢下比赛。对啊。但现在输赢大家把它忘掉，我们就享受我们这4个月练习的这种辛苦， OK， 然后把自己的很想学的东西发挥出来就好。好，好，对，大家继续。红蓝两队接下来要厮杀的是足球12码 PK 战，在这个部分呢是采取3战2胜制，红蓝两队各自派出3个男生跟2个女生互射12码足球，那这当然是以进球数比较多的队伍为胜方。在射12码足球的时候呢，如果是女生起脚的时候，就是由女生来守门，所以呢两队各自会派成1男1女的守门员。在助跑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做一些假动作来迷惑对手的，可是当你真正起脚了，就必须要一气呵成，否则就算是失败的这个踢球哦。是，当然要请大来宾来聊一下喽。你花莲人嘛，花莲足球其实非常的强哎，很多小朋友都在踢足球。12码 PK 赛有没有要提点他们？主要是提点就是你先朝着目标先踢进为主，就像躲避球一样，你先躲，你才想要接。啊，你球你踢不到，你们要进入那个框框，你什么都别想。踢向球门的那个范围，我们称为叫做射正啊，射正为优先。再来球那个角度要多刁钻。是哦。那在足球12码 PK 战第3季，上一次比的时候是蓝队获胜。嗨。现在我们的那个气势跟我们的士气都很旺，所以一定要再赢一杯。对我来说，就是短暂的获胜不是胜利，那只是一个过程。那我们还是希望就是稳扎稳打到所有的赛事结束。所以我今天其实情绪跟心情，我也不是刻意，但是我有刻意的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绪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太激动，那运动就是在高速的情况之下，却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，是运动中最难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要做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一定要让自己今天一定要比较calm down。右两边的。平常心，林希宇，平常心。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表现就是。在团队私底下，他们很辛苦，但他们也想做得好。那冠军奖杯有机会的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，我们不会放弃的。对，12码是我们是上一次比赛是输的嘛，不管是小玉、石安、吴尊，他们的踢球都是非常强劲的，无非守门也守得很好。所以其实12码有点像是背水一战。男生会想要用力，他们也会变成一样的。瞬间的挥快一点，对不对？瞬间挥快一点会更大力，瞬间挥快一点。好，哎呀，小黑锅，没踢到。男生还厉害，我没做过。但是男生需要我吗？这次我们请了2、3个不同的足球教练来，那到最后我是真的蛮有信心的。我觉得我任何角度都可以踢得比较准，那尤其是左边，他说只要踢准，然后平常心，那就一定没问题。这次我想试看守门，是因为上次12码的时候我受伤了，然后其实我蛮想守的，所以我觉得想要试试看。然后因为总决赛，我觉得最后一个机会，想要试试看这样。就结束。不要看。其实上次五人制的时候，红队只有我和中华哥是有练守门，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练一练试试看这样子，因为可能已经很多伤了啦，已经很多疤痕了，所以也没有在怕扑球的。男生的球我们都有守，所以就是也完全不怕球。 等一下，我们上场名单，大家刚才上场的状况都 OK 吗？踢的、防守的都行吗？可以，都可以啊，有信心啊，有信心。好，那我们就维持名单，我们就维持名单，然后下一轮随时有可能换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被水战忘掉，享受。我们没有不用想说要英雄什么东西，我们一颗一颗把精神放在球上面，专注在球上面。来 One, two, three, run！ 等一下，门将就是吴飞跟伊宁，然后你们两个就专心防守，进攻就留给其他人来。好，开始，尽力的做好你的本分就好，8分力不要忘记，多过于不及都不好，这样好吗？哎，来加吧。 直接把它射进去，好不好？要不要总冠军 ？One, two, three， 全部！在经过40几场的运动项目下来，我觉得我们女生的各种运动能力都提升很多，跟我们第一次踢足球的样子完全不一样，力道有出来，准度有出来。因为如果那我可以不用蹲那么低啊，对，你只是保持你可以移动更快的那个高度就好。对，你对脚尖地。对对对对。踩出去的时候，你只要放一边下去。对。 你要感啊，应该是说这边也感觉是有点踩出去的感觉。对。猜对。在守门的过程中，我其实很常吃萝卜，然后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在学习要怎么，就是在守门的过程中保护自己的手指，不要让自己的手指受伤。红队的宇宙他是一定会踢球的，因为我知道他踢球的那个不管是力道啊，或是方向都是非常的稳又强劲的。上一次我有一颗没有守到他的球，这一次我就心里想着，我碰到他，我一定要把他的球接下来，我准备好了。蓝队。 先控，我们先攻，我们先攻。那你先放手 ，OK， 好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，放手，加油。好的，足球神马 PK 战比赛即将开始，蓝队进攻，先看出蓝队在第一局还穿着正容，第一棒20号王佩康，第二棒12号雷敏乐，第三棒36号卢尊，第四棒16号的黄梦妍，而第五棒是26号杨奇玉。 在守门员的部分，这是3号的吴飞跟10号的田依宁。红队推出来的5位选手，包括有11号的邱胜利、66号林思雨、22号徐新阳、99号周曼婷、8号版本中华。守门员是背号19号的艾薇以及背号1号的徐谋俊。 3战2胜制的比赛，杯战的比赛开始。好，马上第一位上场的呢是蓝队20号的王品浩。品浩，加油！小度啊，8分力就好。8分力就好了，不用猜。8分力就好。王品浩轻脚。 太高了，其实啊，在这个人马足球哦，你不能踢的是在这个足球的中心点以下的这个位置，比较容易会让球弹起来飘。所以说，我说其实你不要想的那么多，你先想办法让球先进这个框框里面。对，对，必须要先球射正哦，射进到球门的范围里面啊。这个球门呢是宽3公尺，高是2公尺。现在轮到的是红队的第一棒啊，邱胜翊。 要对上的是守门员吴飞。邱胜翊在上一次有踢进。对，而且邱胜翊他非常受到这个教练的赞许。教练就有说，邱胜翊他很有天分，而且他的球啊力道跟速度都不错，那他又蛮能够控制方向的，往左踢跟往右踢他都 OK。不过吴飞呢，非常的会守门哦，他是那种上窜下跳的类型。现在是矛跟盾哦。邱胜翊啊，在思考。 吴飞一路的速度非常的快啊！哇，左手边移动啊，把这个球挡出来了。好，两队的第一棒的选手都没有踢进，接下来轮到是蓝队第二棒啊，林颖乐。 那这边呢，红队的守门员是艾薇耶，他是全明星运动会史上啊最娇小、身高只要150公分高的选手去守门。哇，做这样的一个调度，在这么重要的最终战。对，那蓝队的林颖乐，其实呢他的球速哦也算是蛮快的。哎呦，一脚踢歪了。哇，有球速，但是呢方向不够稳，很可惜啊。 可是一开始就想要踢很偏角，其实他们的想法是错，你不要想的那么多，你想办法在框框里面往那里面。所以蓝队已经有2次的逆时针，真的没有机会了。好，接下来轮到的是红队的第二棒林思雨。 7分力就好了，7分力哦！而且我们宇宙还没有拿过 MVP 耶，有没有机会在今天让大家眼睛一亮？踩好，踩好，底下要垫踩好。起脚啊！结果也是跌偏了，完全不用考验守门员了。对，刚刚一定也没有过去拨的，判断的还蛮精准的。 比较可惜耶，在前4棒都没有人。其实有3颗球是算是一个很大的 miss， 就是你不要想那么多，说这个球角度在哪里，高度在哪里，先往那个框框比较重要。对。好，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蓝队的第3棒啊，吴尊。 吴尊小碎步之后起脚，起步真的挡上来了，两个人都不错，踢得好，拨得好，吴尊也踢得好，踢得好，挡得好，真的这个让你踢这种球把你挡住，对啊，吴尊他的那个角度我觉得算标准，因为是踢进门楣的位置，如果他不接会进。 对，未进，但是徐谋俊眼明手快，把他拨出去了。没错，吴尊踢的是100分，徐谋俊则是101分，就给他多了1分，把球扑出来。好，接下来要轮到的是徐新阳。徐新阳就是那种比较内敛、低调、谦虚，但是呢，其实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。 力量，专注，享受，风很大，这脚，徐新阳的这一脚哦，其实他的角度真的很刁钻，很刁钻，左边的门柱去，而且呢，他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快，但是就钻进去了，我们也来不及出手，这绝对来不及，虽然球进的。 踢得不快，但是角度相当好。对，而且现在已经是进入了第三棒哦。目前呢，只有徐新阳一个人成功射门得分。 好，蓝队轮到的是第四棒的黄沐妍。好，现在上场的是小猪黄沐妍。艾薇的守门呢？黄沐妍这一脚，挡下来了。 娇小玲珑，但是反应不错，速度非常的快啊！面对艾薇，除非你要把球踢高，因为那个球门的高度是2公尺，他跳不到2公尺，但你必须要踢高在门楣下面，不然他移动速度真的很快。是啊，所以现在这几个球表现得相当好，因为他现在都是往那个框框里面跑，就没有浪费掉那几个球。 好，接下来红队轮到的是第四棒的焦曼婷。焦曼婷这球只要踢进，红队就赢了。对，第五棒两位选手都不用踢了。是啊，平常心就好了，娇娇。进了就赢了。 焦曼婷关键的一踢，这一脚啊，正向门将而去，对，蛮软弱的，被连伊宁不费吹回球内挡了下来。而且伊宁是手脚并用去夹住了这一球。接下来压力还是在蓝队这边，因为如果蓝队第五棒的杨琪玉没踢进的话，红队也提早获胜。是啊，而且在第五棒的杨琪玉跟蓝等中华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在上次都有踢进过。那杨琪玉呢，上次也是踢了很刁钻的位置哦，在门楣的下方。可是呢，小玉自己私下有说，他说他当初其实瞄的位置不是那里，就根本没有踢到了啊，没有，然后就刚好就让他在一个很刁钻的角度。 那希望呢，今天杨琪玉也能发挥她的强运哦。对，这个暴力球，杨琪玉。杨琪玉要踢左边还右边呢？杨琪玉起脚投边了，红队1-0获胜。根本不用踢了，直接获胜。所以机会的问题哦，机会如果说有在框框里面，你机会就一。 你如果说球是在框框外面，就是0；你踢的再怎么好，就是以0。没事没事，大家嗨起来！我觉得大家有点太压力了，就是这个表现起来感觉就是好像一直很想射进，其实不用啊，我们就是像练习这样射就好了，轻松一点，我觉得应该会射得比较好，好不好？哈，压力太大。还想。 保持我们的气势吧！蓝队，不容无懈，力道无限，蓝队绝对。我们防守的人一模一样。好 ，OK。男生的部分，新阳刚才继续，好不好？新阳一样在第3球。OK， 安安要不要先上第一个？好吧，好吧。那我们先休息，然后我可以踢，你可以踢吗？可以踢，你可以踢，我可以踢，我没进的。OK， 我可以踢，好，那就一样，你走第2场，好，第3场，他们一球都没进，那可以，不要让踢到，可以啊，来啊，一样吗？进哦，交交对啊，可以，可以吗？交 OK 吗？女生一样，再次哦，来哦，不可能踢到，我对对。 足球12码 PK 战进入到了第2局，在蓝队的部分维持了先发阵容，吴品浩、林颖乐、吴尊、黄沐妍跟杨琪玉。红队则是第1点邱胜翊，第2点林思雨，第3点许新阳，第4点焦曼婷，第5点是胡世安。那其实刚刚。 试图是往右边的门柱的刁钻角度，但是是失败，偏离了一些，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因此让徐谋俊比较警觉，要守右边的门柱。会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基本的本能，他会准备。除非王品浩也是能够去尝试各种不一样角度的，否则可能就很容易会让徐谋俊先看破手脚。同样的地方不要做第2次的动作。对。这个一脚有强劲，又被徐谋俊给挡下来。叠对叠啊，王品浩果然是往左边，但徐谋俊可能也想说他可能会往左边。被主播讲的对了，他两边都在思考的心理作战。对，两个人刚刚是心理战。手下来，手下来。对啊，你如果是在那个职业级的足球员，第12码其实进球率是非常高的，对于守门员来说只能够用猜的。嗯啊，去对研究一下对方的心理，去猜一边，不然你看到球过来再决定扑哪一边，其实是来不及的。一个是习惯，一个就是速度快。你的习惯是右还是左？那当然，职业足球的速度快，你根本就来不及。对，你一定得先猜了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是红队的第一点啊，邱胜翊。 先踢到框框里面，这个时候不能想太多。对，但其实刚刚邱胜翊是有进框的。嗯，对，先进框为主。对对对，球进，先进框，这真的漂亮，这个真的。进攻。 速度又快，对。对，一个钻脚就是在中间的位置。中间的是，对。真的难防哎。这个水准相当够，速度快，而且角度又够。又好。就算是你速度再怎么快，我觉得这个球真的是很有趣。哇哈！队长果然就是队长邱胜翊，不得了。对。哦，而且我觉得邱胜翊的刚刚的这一脚哦，也让红队再注入一次强行针，而且3战2胜制哦，所以目前红队。 已经优势又在增加了一些了，现在优势在红队这边呢。好，艾薇呢，其实，在第一 round 哦，已经是展现了他的横移速度了，他的灵活度了。嗯，所以蓝队林颖乐这边能不能够把球踢高？好，这一次如何来面对艾薇的守门？但我觉得林颖乐应该会先求有，然后再求角度，至少要把球踢飞起来呢。 这个沿着地面滚动被艾薇啊，只花了5分力移动过去就挡下来了。而且刚刚这个球也算比较软一点，嗯，没有太大的力道。好，接下来是红队的第2点哦，林思雨。 平常心，哇，瞄了几次？林思雨起脚，拼命，刚刚扑过去，对，信心哎，整个身体扑过去，把球压住，压在球门线前面。两个人都是很，他这个动作是做的是很确实，因为你的球什么时候会躲到后面来踢丢？对，这个在世界杯都出现过，没错，用最大的面积去阻挡。对，然后就先压住，等到裁判说，对，裁判说 OK 了，才可以放松。 而且那个角度是往前一点的，也并且用自己把那个球给带进球。对对，会哦。所以压住之后向前，压住之后向前。哇，现在吴尊，大家在寄望他，因为刚刚其实在第一局里面可以看到，吴尊算是蓝队在第一局踢得最好的，也最接近几乎是要得分的一个选手。 吴尊这一脚太用力了，对，但他这一脚的球速是不错的，有把球踹起来啊，但是飞太高了。就刚主播刚讲的球绝对不能往上，对，你刚刚那时候在开始的时候讲过，但那个球也往上飘。 踢球的那个顶的位置啊，是重要。然后刚刚新阳表现的也超好的。对，在第一轮呢，就是徐新阳有踢进啊，让红队在第一轮就以1比0获胜。如果他这个球再进的话，这一场的这个决赛的项目，他可以得到 MVP， 这很重要。对。 其实足球12码哦，跟篮球的罚球也非常的类似，甚至我觉得跟棒球场上就是投手跟打者对决，就你们两个人的事情而已。两好三坏，没错，满球数，如果又是满垒，得分输了，所以就只有罚踢的那个人操刀这样。哎，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又蛮平飞的，对不对？好漂亮，真的好可惜，真的可惜，我都稍微激动了一下。那个进到是我真的，那个球路很漂亮，它就是往上一点这样削过去，哎呦，好可惜哦。 结果吹的是守门员吴飞的犯规，所以许新阳要重踢一次。哇！他的犯规的原因是脚还没有接触到球的时候，他守门员的脚就离开了球门线了。哦。他左脚没有踩在球门线上面，所以刚刚这一球不算。许新阳又有多一条命的机会。对，重踢。不过吴飞刚刚。 这么紧张也是情有可原，因为毕竟刚刚邱世英那一球他 miss 掉，应该心里是蛮自责的。好，就像篮球一样，你打到手罚球，他那个守门员对，进场过早。篮球去抢篮板的，篮下喜欢进场过早，你不能太早罚，他就离开太快了，所以只有这么一次机会。可是他也得快啊，因为你看徐新阳的球速多快啊！所以我们的裁判其实抓得非常的严格，而且准确的。哎呦，但是这两个人，我愿意再多看一次。再看一次，对。 许新阳这一球，这个球比刚刚还要漂亮哈！这个球是对的。许新阳的角度很多哎，而且位置高度也很多。速度快，角度对。他刚刚前面是高度高，现在是角度对，球很低。对，他修正的很快。 就是我们第一次比12码的时候，我是踢我的左边。 然后我觉得他这次应该会猜想会踢同个地方，所以我这次一上场我就是比我的右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战，我觉得他应该也蛮享受，我也蛮享受的，因为我在他眼神中我看到了那种即将对决的感觉，有做到我平常练习的时候的水准。那由于前面3点踢完，红队已经是2比0的领先了，所以现在轮到第4点，蓝队的黄沐妍，要是黄沐妍没踢进，红队也提早获胜了。是，哇。 而且其实，在上次的这个足球12码 PK 战是蓝队获胜哦，所以呢，如果这一次是红队获胜的话，那他们真的是血耻成功。哇，所以现在黄沐妍也是背负着这一脚没踢进，整场都输了。给他一点时间哦，暖暖。 黄沐妍这一脚踢偏了，所以在足球12码 PK 战的第2战呢，红队啊踢进2球获胜。足球12码 PK 战3战2胜制的比赛，红队是10落2比0获胜。 一开始很紧张，所以每一颗上去前我都有呼一口，然后喊一口很大的气出来。其实小猪那颗，蛮快的，我就只是看着那个球而已，就是看来这里扑，很开心，超开心啊！足球是，你上一场失败了，你就会想要在同一个地方想要讨回来。那球踢进之后，我也如释负重，我觉得我争取到我想要的，我也。 完成任务没有让小姐失望。回来哦，没事没事。回来一下，回来一下，我没有拍。啊呼，全部！啊呼，全部！我爸妈就在我踢球位置的旁边，我不可以被他们看到我很紧张，我就是让我自己很放松，然后冲过去踢就对了。还是没踢好。新阳，还有王子，他们进的那2球是真的蛮有水准的。 我看得到球，可是摸不到球。在那个环境下，我觉得我已经做到我自己最好。好，要进行的是足球射马 PK 战的颁奖。哇，这个大来宾陈奕迅呢，觉得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选手？有，但是我再怎么讲，副座在这里我的好朋友，我先讲蓝队的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好。田一宁。哦。 为什么他让你印象深刻呢？刚刚守得相当漂亮，有2颗球。其实我守足球压力蛮大，因为我记得上次12码，我就宇宙，我看我踢进我的1颗球，所以我每次看到我超级害怕。但我今天就看到我就笑笑跑，说准备好。哦，你做的真的相当好，压得相当好。对，奋不顾身。还有呢，许昕阳，许昕阳个人踢进2球。 刚刚有快速修正了一球，然后这个角度也都非常漂亮。对，这个还蛮幸运多一个机会。那因为上一次12码吴飞真的守得太好，那我回去就跟那个研究他的动作。那我就是他很知道会踢左边，因为我每次都弄到左边。所以我是想说，那就来一个反转心理战。那我就开始踢左边。哇，赞！比预测他的预测，心理作战做得好。我想问一下艾薇啦，因为你出来守门，我们真的都吓啊！对。 我很谢谢你对老大家相信我，因为其实不只是我练守门，其实主位也有守门。但是台妹妹相信我，她觉得我第一局就守的，就是有发挥到像平时练习的那样，她就说艾薇以上。所以我很谢谢她相信我，大家相信我。哇哦！好，足球射马 PK 战获胜的是红队。 没事，再一杯，就再一杯。怎么了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 谢谢你们来了，这是我们的奖杯。好，我们来，哎，好，有些就从你们那边先借过来，来，你也知道这制作成本有限。他刚刚手很好哎。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，他都接我们球。对，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，女生也是接男生的球，所以不怕球。因为男生的很快，女生的没有那么快，所以你守过男生的，然后其实就不怕女生了。所以刚才我其实完全没有看是谁在踢，我也没有看他们的脸，我就盯着那个球吧，我就是盯死那个球，就是盯，一过来就扑。 来喽！在干嘛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辛苦了！我跟你讲，刚才的他哎，那红海人叫我们听，哎，一下，一下，啊，1 2 3，来，谢谢来宾，加油！ 哎，我们那个感觉士气有点掉下去哦，我觉得。对，嗨起来！有没有信心这个项目？有，非常有信心。我相信蓝队一定也会针对我们来做一些战术的规划，但我们真的没有轻敌，我们还是很有想法，然后很有信心把这个5人制棒球拿下。 我觉得平常心啦，因为我们也练蛮多的，然后也做了蛮多的修正了。那其实我觉得两队实力其实都很接近，就是看临场。有的时候你在输的状况下，怎么样把它维持住，然后不让那个失分越来越扩大，你就有机会扳平。那如果你遇到困境之后，你没有办法想办法先止血，那你真的你就可能会一蹶不振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面对垒上有人的时候，还可以很稳定的来面对这个守备。其实我觉得会是这一场球的关键。 知道最后总冠军要比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非常有信心，我们都会觉得说，算是一个就很有把握的项目，很兴奋，很期待，因为跟大家一起就是练习这么久，然后终于要最后一次一起比赛的感觉。真的有提醒大家说，记得。你垒上没人的时候的打法跟位置，我觉得这2周的练习，这是我一直在告诉他们的。然后以及不要自爆，你可能对方会失误啊或什么的，可是你自爆的话是完全就是送对方一个出局数，那差很多。对，而且那个对气势上来讲也会差非常多。蓝队1到5棒有4棒都是自爆出局。好，你为什么要停下来？轮到去胡世安，胡世安也是一个强袭安打。 哎，这个是11比1，我自己哦，辛苦你了。这段时间的过程、回忆都会成为你很好的养分。告诉自己说，其实你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厉害。你要学会谦虚，你要学会学习任何的事。我很谢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。就是从一开始，我不太想要去积极争取上场，到我有信心可以跟小杰说，我准备好了。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。自己应该要把这段时间当作是自己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 不管是好的坏的，都要记在心里面。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努力，然后往自己之后的更多目标迈进。我能跟我同世代的人，我能站到上位的话，这个是我的目标。这一点来比较，我真的觉得其实我没有那么厉害啦，真的很吃力，但是我熬过去。我们都可以学习变得更勇敢，先不要预设自己到底行不行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记得。 我不是一个人，我一路下来我也无怨无悔啊，然后我也付出了我最多最大，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跟自己讲就是辛苦，谢谢你一直相信你自己，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就是脚受伤的时候，你也是可以哭一哭，然后就赶快把这些情绪解决掉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我觉得你不后悔。 我在这里面真的是100%的去享受跟体验。我现在只想跟自己讲，我做得很好。其实一开始我找不太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，辛苦了我的脚、我的手、我的头，我觉得我做得很好，还好我撑过来了。谢谢自己这么的拼命，然后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回忆。对我来讲，跟拍戏是完全。 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的一个方式，感谢我自己吧，就是当初决定要来参加全明星运动会，让我的运动生涯跟人生又热血一次。希望我要继续保持爱运动的初衷。辛苦了，好了啦。我一开始我。 50公尺游不完，现在我游泳很好，很厉害。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跑步的时候大腿要抬起来。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但是你很勇敢。这个过程中有过怀疑自己，有过想放弃，可是谢谢你做到了。 真的是永不放弃，只有努力再努力的这条路，才可以让你自己进步。这一点我觉得田一宁他做到了，真的辛苦了。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蛮辛苦的，虽然身体上很累，或是受的伤也很多，可是我觉得内心真的很丰富，也很满足。就是我想要对自己说，我就是有撑完这一整个赛季，就是对自己很骄傲。 就是除了别人肯定你，你要肯定你自己，你真的做到了。从小你就是爱运动，那你对它的热忱要一直保留到，不管你80岁、90岁，到你不能动那时候为止。我觉得黄文妍你很棒，你都花了很多心力去做，最后结果好不好？但这个过程永远都不会忘。其实我知道身体真的很累，但我很开心你坚持住。 因为你之后回头看看，你还是会很庆幸这4个月自己真的有贡献到什么。以后子婷儿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，不要再去逃避它，然后也绝对不要觉得自己很烂，因为只要有努力，绝对是会有收获的。现在小艾薇变大艾薇，全明星真的有很大的帮助。嗯，小艾薇长大了，谢谢全明星运动会。 没有准备好，没有想好，真的不要来。你来了就是害人，尤其会害到我。只要你愿意，我觉得不会的，到后来你都可以去成为那个最重要的那个角色。我当然是希望第4季的队长呢，能够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。进来之后能够付出你们的所有。 因为你们一定会很怀念这段时间。不要看我们好像很辛苦，但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一定会获得很多。之后来这边的学弟妹哦，你们可以多多参考一下伊宁。我相信你会听过无数次，很多人都说真的很累，真的很辛苦，这真的都是事实。什么都不要怕，冲就对了。做好心理准备，真的，他不是人呆的，他中间太多喜怒哀乐。如果你差不多170。 你就会跟我做对比哦，最好是赢过我。我们延续小个子的精神，好不好？只有一句话，只要你们需要我，我就会到。终于也可以来学习很多专业的运动知识，变成一家人的感觉。证明我自己，我是可以完成很多运动赛事的。你心里蛮害怕，但是又觉得这是我一直很喜欢做的事情。期许自己有一些突破性的成绩，拼的那种感觉，很想要再体验一次。可以在我现在这个年纪，然后又体会到，以前回到以前那种感觉，其实蛮兴奋的。 相信这一段时间的感受，你们带到你们未来的人生的道路上面，应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你们。祝福你们带着运动会的精神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很成功。谢谢你们，让我在电视看到你们的表现，我会觉得我也想跟你们一样变得更厉害。年度最有价值运动员，好，贺军翔再举球，这个打棒球，结果是王品皓拦网成功，拦网得分。 哦，这边也还以颜色了。哦，又来了，发球，直接发球得分，是女生来先攻，一个弹跳接球传英磊，林颖乐摔接的不错。林思雨这个飞球落地，要拼板垒，球传回来 ，Stephenson 回来得2分了。本节目由永兴药品冠名赞助播出。